都认识啊，是都是熟，都你带来的啊？这个啊，打阳村赶回来，对，也算天津。天津影视城在这儿，我们在这儿拍戏来着。嗯，今天还在国庆节放假里边，哎，大假期间，大伙儿来这儿听相声，嗯，好事儿。对，都认识我们，嗯，都熟，嗯，尤其是这位老师。啊，您老师，你可不是？我觉得您现在就是这个份儿的。您捧我的那是，撑得起是我们这行里边的相声皇后。对。我先问问您，这皇上哪儿去了？朕在此。你这是哪儿？没有打皇后这儿拎的。人都夸平戏皇后、坠子皇后，那是女的，那是。你也挺秀气的，光秀气管什么用啊？于老师啊，于谦于老师，不敢，好人呢、啊。您过奖。这个我们合作有6年左右了吧？是，对我帮助很大。没有。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呢，看，那么完全得力于我自己。你我很努力，我很努力。我跟你说啊，嗯，以后你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么比划一下，这多难受啊！没说完呢、啊，没说完呢。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啊，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这话对，没有人家的帮助，到得了今天吗？这说我借这个场合感谢一下我的夫人。嗨、哎，谢谢。这里到底有我没有？有你、啊、说我呀，没你我早红了。我这搅和呢是吗？开玩笑，说相声就得这样，理儿不歪笑不来，逗吗？听相声图一什么呀？嗯，图的是高兴。哎，您得乐呀，是不是？嗯，但是对演员来说这就难了。是吗？站在台上，汤汤汤汤汤一说好几十分钟。嗯，您要不爱看，这演员死了心都有。那是，哪这么容易就让您乐呀？嗯。你说唱戏去，你不乐就不乐吧。对啊，看大刀剁斧杂技，嗯，你不乐就不乐吧，那没法乐。你乐就看见肠子了。哎，对、啊嗯、还不够瘆得慌的呢。是啊，唯独我们这行必须得乐、嗯、对，您乐了我这任务算完成了。是不容易啊，多不容易。后台连老在少这些演员，嗯，曹云金、刘云天、何云伟、李菁，嗯，每天都绞尽脑汁琢磨，都下功夫，怎么让您高兴？嗯，李菁一宿一宿的熬夜看书，学习呀、啊，瞪大眼珠子，不瞪眼那样，早先没这么大，是吗？嗯，就看书看的啊。好，我老怕他吃饭是掉汤里边。哎，对了，掉书里也不行啊，这个啊，掉书里当书签夹着，嗨，合不上了这个啊。下功夫，我们这都爱看书啊。是，于老师家不知谁去过。嗯，一面墙的书架。哎，我喜欢书，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我就喜欢这一部书啊。插图不一样。嗨、哎，我更不怎么样了我。啊，书房大块的匾，嗯，请闽南洋先生给写的。大书法家。大书法家。嗯，西门斋。对，嗨、哎。别这行行了。啊，摘下来吧，摘下来吧。就崇拜庆哥啊。您还跟他挺有交情啊，您看。他老站我边上站着。太不露脸了我这个。今天呢这是跟大官人在一块儿呢。嗯、我是这么想。我一般都跟潘金莲一块儿站。皇后所言极是。而令的这皇后，今天早朝呢，咱们这样，咱们就离开皇上这点事儿行吗？我纳闷儿啊，爱看书是对的，是，我也喜欢看书。您呢？家里各种书都有。哦，说相声来说，你说我就看点小说，嗯，或者我只看散文，这是不对的，这偏门了，都得看。嗯，天文地理，哦，反正印刷品来说吧，嗯，对我们都有用。博览群书啊，多看书。多交朋友，对，跟人聊天长知识啊。为什么呢？说交朋友什么好处呢？嗯，你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哦，哎，交几个朋友聊聊天、嗯、这我不懂，您给我说说。哦，人家那说，你这记下来，这就学了，这长能耐了吗？嗯，是不是？交朋好友，好事、嗯。你看今天，嗯，好多人都跟朋友一块来，对，哎，听相声，这就很好。嗯，
是啊，有人交朋友往上看，找有身份的人。哦，找高层次的人。找高层次的人。嗯，当然也有他的目的。是啊，因为我们认识一个朋友，嗯，一姑娘。哦，您跟姑娘交朋友。讨厌。不是，您说您举例。别闹，我这跟大伙说事儿。没我事儿是吗？凉快凉快。哪儿凉快呢？您说您 这把造型好。您说您那女朋友？什么我女朋友？您跟姑娘，咱们大伙儿的一个朋友，一个女朋友，一女朋友是吧？啊，你看他急了，你看了吗？说话一定要谨慎，你知道吗？是，一定要谨慎，不要露馅儿。嗯，对。他打算开你的，没拿好，掉地去了。让你给说女同志吧。哎，这啊，嗯，人交朋友往上看，怎么跟北京这大头们来往？哦，啊。钱包里带着相片啊，交管局局长，嗯，合影，嚯，他跟这儿站着，局长搂着肩膀照一下，这张搁着驾照里边，搁驾照里干嘛？多聪明！怎么呢？开车出去违章了，下来，嗯，驾照拿出来，啊，给，下回注意，哎，那好使，你知道吗？警察太明白人了。你搁这搁张油签的，行吗？跟于谦的合影，那当然下在里边，嗯，违规了，下来啊，没问题，撕了，好，罚款交了。那于谦这个以后注意啊。嗨，我这有什么可注意的？说这个事儿，说事儿啊，交朋友最好交点学者啊，那长知识。我就爱跟学者们来往。是啊，来往，我没事闲着打个电话。余秋雨干嘛打电话给余秋雨？对对，呵，秋雨你俩真亲近。秋风秋雨秋杀人，秋天要杀人嘛。这电话那边有人吗？我先问。我就拿着瞎喊。嗨，谁是他们家号？您真打电话？我也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这个，就是找大学问家啊。那对，找大学问家，咱不懂的诗词歌赋啊，嗯，看古文看文言，这句不懂，不懂这能问谁去啊？跟李菁说，跟高峰说，跟徐德亮说，行吗？不管用啊，他们找那大学者。对啊，来，赵本山在吗？您还是找李菁得了。问问单田芳，这都行。哎，大学问家嘛，只要能知道的，您就问。多看看吧，嗯，广览多读啊，是不是？尤其中国这些个古典的文学名著，嗯，我比较喜欢。哦，四大名著。嗯啊，好，好，再说一遍。四大名著，你看嘴里跟这也能对上。你废话，你拿我当傻小子了是怎么着？好，高才啊！中国有四大名著，对，这都知道是吧？嗯嗯嗯，三国，话说北京，啊，郭德纲相声选，哇，郭德纲单口相声集啊，藏秘排油那说明书算吗？别琢磨什么呢？米排油干嘛？挣完钱就忘了。哦，这个这嗨，别亮相了，您这就是这个。你要不说我都忘了，记性太差了。老电视台等着咱们不重播了。对，这东西都下架了还重播什么？卖的还不错，卖的不错。别说了，卖的不错啊。所以说藏秘派说这个，您这四大名著的不对，说四大名著，三国啊，三国水浒那就对，红楼梦，哎，西游纸，啊，西游纸什么？您这干嘛做化妆品呢？最近西游什么？西游记，西游记啊，四大名著嘛，对，是不是？嗯，都知道这个，是都知道，我也很喜欢看这些个书，是吗？对我们长知识，那倒是，而且来说相声跟这个。离着很近，怎么叫很近？你看头一个，你拿三国来说吧，《三国演义》啊，嗯，三国这都知道啊，对，韩国，新加坡，哎呀，马来西亚哪儿啊？不是哪儿外国人呢？这里头怎么了？三国魏蜀啊！你看这怎么还有河北省的事？哪儿河北省啊？这里他刚说呢，三国，你学河北省方言干嘛？我哪儿学河北省方言？你说哪儿？三国哪儿？魏蜀吴，你听听，魏蜀吴，这就
哪有这话？他刚说的文书魔，哪有问话呀？这里的，你看他这问文书魔，你不承认，你这错了就是错。不是你这怎么了？你出来这么些年，你想家了是怎么的？不是，不是你说老家话想的，你明明说的魏蜀吴吗？魏蜀吴啊！哦，好，我没有马来西亚，没，压根儿也没，韩国都没有，没有哈、啊，就魏蜀吴嘛、啊。对，对对对，嗯，魏蜀吴，《三国演义》嘛。是啊，都知道。魏蜀吴说相声净说这个，是批三国，嗯，批捉放，对对不对？都三国段啊，一度三国是，这都是三国的节目。哎，太平歌词也是，也有。有这个，嗯，什么七星灯，对，啊，长坂坡，嗯，这个五本的单刀会，对，这都是太平歌词，是太平歌词，唱下来挺好听的。那您唱一段，太平歌词，您闹嗓子试试啊，啊，哪要是忘了，您大伙儿多做自我批评。嗯，您忘了我们批评什么？嗯，唱吧。东走扶陵下行船，就这词儿。鲁子敬，嗯，写书信约请关圣贤，是这样。东走扶陵啊，东啊，我唱啊，是，人家就不许嗽嗽嗓子，啊，憋着喊好呢，对，好，这孩子很好，这是吧？挺好，拿盆花走，哎，是你的东西吗？你就送人，是我的就不给他了，哎呀。什么人性？您摘一个，这给的多的。您就唱这个吧。东啊，东走扶陵。太平歌词。东方不是干嘛呀？您这是不是这段？东走扶陵。东走扶陵呢？东方红。嗯，串哪儿去了？嗯，会太多了。嗯，没有这么串的。您这个，他搅和那个都。谁搅和的？你说对不起。对，您先等。好，我就算你说了。这位心真宽，哦、那师傅宽，没这什么呀？别唱了。您这一段里头，连我们爷俩都能唱出来。这说实话，我老觉得我这是正词儿的。您这啊，这人性，您这三国的嘛，啊，都有哈。是，还有这个《水浒传》，哎，梁山泊108将，对。都是高人呐，是扯旗造反，替天行道，啊，我们后台有好看这个书的，喜欢水浒，这演员叫李菁，李菁喜欢水浒，他那个脾气大伙知道吗？啊，性子比较柔一些，就是慢，没事坐在屋里瞧水浒，哦，看这书啊，嗯，来你好好看看，我那小小英雄侠义，对了，我要替天行道。哎，通报完粮嘛，嗯，左屋看，啊啊啊，他看完了书都粘一块儿了，嗯，来看，嗯，左屋正看着呢，啊，媳妇儿打外边进来了，哦，哭啊，哭了，怎么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哎，今天出去遇见流氓了，哟，上公共汽车，啊，有一流氓偷着摸我一下，嗨。打他了吗？没敢。没打。骂街了吗？没敢。大声的喊呢。哦。那怕什么呢？公道自在人心。你看《水浒传》怎么写的，对吗？啊，该出手就出手，知道吗？这还出得去手？大声喊，自有人帮你。啊。转天的媳妇上公汽车。哦。来六个流氓。媳妇招流氓。围在一块儿。哦，这帮流氓围住了啊！耍流氓嘛！啊，是。呵，媳妇一想，我大声的喊吧！喊，啊，李菁交给我了。对，哼，太爽了！对，嗨，哎，对，是吧？您得把实话都喊出来了，这没有这么喊的。对，还有这个四大名著，这个，嗯，《红楼》。红楼梦。红楼梦，大伙儿都知道。嗯，是。贾宝玉，嗯，薛宝钗。对。侯宝林啊，刘宝瑞没呀，啊？这书里没说相声呢，是吗？后边这俩没有，后边没有啊？对，没有啊，就是写他们爱情故事。哎，是后台有人爱看，嗯，这人叫高峰，
哦，高峰喜欢这个。嗯，高峰老师就爱看这个《红楼梦》，可爱看了。呵，眼神不济 啊，弄一显微镜，这字儿也小点。看爱看这个。哦，啊，高兴，天天跟掉眼泪儿，还哭。晴雯死了，嗨，难过。贾宝玉走了，你跟着哭。他什么事？我说你疯了啊！你就一说相声的，你知道吗？啊，你也不是那红学家呀。就是。怎么这红学家们人能研究这个？嗯，是不是？你哭，你还打算干吗？打陈小旭一死，我就不打算干了。嗨，这事儿都不挨着。爱看这个、啊，媳妇儿也爱看这个。高峰的媳妇儿。爱看《红楼梦》。是啊。根据自身经历，用这笔法写一《红楼梦》的姊妹篇。名字叫《青楼梦》。啊？他媳妇儿干什么工作的？这是。啊，《青楼梦》。您看看您的观众，这都是憋着听高峰来的，那倒是可以理解。说完这，咱从那边走啊，高峰这儿拿刀等着呢，这边李菁等着呢，他眼给他摘下来看不见，搁书里夹着啊，《红楼梦》，还有这个《西游记》。哦，我最喜欢《西游记》，是吗？《西游记》来说，这个书，我觉得怎么说呢？人情味是非常的浓的，人情味，你看他写的是妖魔鬼怪神话的呀，但其实很多都是写的人与人之间的故事，他是拟人的手法。对、哦、比如说这个猪八戒。嗯，猪八戒都知道吧？都知道、啊、这都照过镜子对吧？对，谁照过镜子呀、啊、就有个 小俏皮话嘛，猪八戒照镜子，是那是别人照镜子，跟我没关系。对对，照镜子就是说深入人心，这个人物知道 吗？为什么大伙喜欢他？哦，他很可爱。猪八戒，你说他有毛病没有？毛病太多了。你这偷懒，嗯，贪嘴，好吃，说瞎话，嗯，这都猪八戒干的事。对，唐僧喜欢他、哦、喜欢他啊？为什么？就你看这个家长疼孩子们，嗯，经常有这样的，对，溺爱孩子不听话，家长还喜欢他。对，这点唐僧跟猪八戒跟那父子是一样，就是这种关系，很浓郁的人情的东西在里面。哦，有这么一个情节，可能。有人注意过啊？怎么写的呢？就猪八戒问这个唐僧：“哦，师傅，您看我是不是世上最丑的？”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您跟我说实话，您别骗我，我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丑的？唐僧呢？唐僧也哭了。哦，孩子，我不能说呀，你去问一问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士。猪八戒问观世音去了。大观音菩萨那儿出来，笑容满面，兴高采烈的。没了。师傅啊，于谦是谁啊？对，有我。谢谢各位，刚才是高峰高老师。嗯、是啊，这板唱的多好，有功夫这是。老话说的好，嗯，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板儿、嗯。什么乱七八糟的，像个宝吗？哦，像块板儿啊、哦！让他们两个休息休息。是，换上我们两个人来了啊。对呀、啊，站在园子里边，看见各位发自肺腑的那么开心，今儿是喜事儿嘛。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是，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天津人都知道这个剧场，是吗？我们小时候都在这儿看电影。哦，这是个老园子，它叫民主影剧院。嗯，当然再往前倒啊，啊，打清朝末年就有这儿。哦，最早这儿叫东天仙。嗯，天津好几个戏园子都叫天仙，是吗？它后来分东天仙、上天仙、下天仙。嗯，它是按照地理位置来定的。哦，所以这儿叫东天仙。是，后来有段时间叫天宝戏院。嗯，就一直这么改，包括后来民主影剧院更过好几回的名。哎，再后来这儿曾经跳大舞。哦，还是个舞厅。跳大舞你懂啊？啊，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嗯嗯嗯，我看不起你。嗯，去年夏天我来了，是跳大舞来了。没有没有了那会儿啊，裹就不让了啊。因为那会儿老说德云社说在天津要开剧场啊、嗯，但是呢，咱们老说停车也得解决，地儿也不能太小了，是，所以找了好多年都不太合适，这都是事儿。哎，这就是缘分。嗯，机缘凑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这不是挺好的吗？今天咱们就开张了。嗯啊，刚才相声您也听了啊，一段一段的
这些日子我们哥俩都在这儿啊，练着好几天，挺开心呐，就高兴了。尤其小剧场说相声，嗯，您记住了啊，这个小剧场跟大园子其实是不一样的，人数不一样。你看我最多演的，比如说十几年前我演过最多一场，嗯，大连体育场，体育场啊，那场观众10万人。哦，对，那差不多啊。我站在那儿，我根本就看不见观众，那、没人啊，瞧不清楚、所以那很难受。是，虽说观众也鼓掌也乐，嗯，但是我第一话头句话说完之后，传到他那儿是有一个过程的。哦，啊，所以说我自己耳朵里听着话，我们俩人的话加上刚才的话，就4个人跟这儿打架呀。好家伙，就乱劲儿的，没法演。嗯，所以后来说了，我说没有房顶子的，我不演了。啊，这是不适合。多少个体育场都找我、嗯、说实在不行给您来个足球，我说去玩去啊。嗨，不挨着这个。来不了啊。嗯。后来就是体育馆有房盖了。对了。哎，少则5000-6000。哎啊，多了10000来人。嗯。演的最多的是前年，是大前年，在上海。啊，上海那叫梅奔呢。啊，梅赛德斯奔驰。哎、他那个那屋里边能坐大概25000人。是。哎，最后一排离着我3站地，又来了，谁也看不见谁啊！啊，哎，那儿演过，北京五棵松体育馆演，那儿也10000多人，15000人左右。是啊，当然跟这种状态是不一样的，这多亲近呢！对演员来说，最爱的就是小园子，这个适合我们。就这个状态下说相声，为的是我们自己。哎，他高兴，1-2万人的为的是钱。这嗨。您倒真说实话，不是你有了那个钱，你才能装修小园子，才能在这儿说相声。这也对，也对，这是躲不开的，是这意思。嗯，啊，谢谢家乡父老，嗯，对我们的抬爱，哎，是厚爱。尤其像我们，其实小剧场，我们很愿意演，啊，是这个。你老得演，那观众多爱咱们，这是镀金，实际上，观众还编了好多顺口溜，夸这些演员们。哦，他有什么顺口溜啊？说听于谦，不阴天。嚯、有这么厉害吗？不阴天。听高峰，得永生。好，这更厉害了。卖了窗户门，听听郭麒麟。嚯，卖了内屋的窗户门，听听张鹤伦。好家伙，都没窗户门了。哎，不要爹和娘啊，听听孟鹤堂。哎呦。不要干爹娘，听听周九良。好家伙，这都谁编的？这都自己编的，没有人管编的。我信信你听，只要是这类的话，嗯，都是演员自个儿瞎编的。哦，不是别人，老百姓听相声，谁有那功夫给你编顺口溜啊？哦，你要有日子不演，观众背地里分析你倒是对的。他们还分析我们吗？这些日子可没见高峰啊。哦，高峰没来演出。有日子台上没见高峰啊？怎么回事啊？大演出有，大演出也没有，体育馆也没有，没有小园子也没有，就见不着了呢。出事儿了，要出事儿了，上泰国做手术去了。高峰啊，听说还挺成功。哦，做成了，留下那儿，留在泰国当娘娘了。那是真挺成功的，那错不了啊，错不了。说最近没看小剧场有郭德纲啊？哟，您也。怎么？他一定得出事儿，这么多人都盼着他出事儿，是不是啊？哦，那您出点什么事、啊？听说了，听说郭德纲开一个3000万块钱的汽车，哇、哦，3000万，3000万这样，他开车，郭德纲开3000万的车，他掉沟里了。哦，开车掉沟里了，解恨不解恨？太解恨了！哎呀，郭德纲开3000万的汽车掉沟里了，我听着都解恨。那看你看这玩意儿啊，就。大伙儿得想，哎，对呀、啊，听着痛苦，这得摔成什么样？哎、就于谦呢？哎呦，到我了！你看这玩意儿，人没有、说没有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哦。于谦有点小问题，我有什么小问题啊？于谦正挖沟，汽车掉下来了。嚯，好家伙，合着我是让他砸死的。我们俩在医院碰见了，都出事了。哎，我的天，这是小事吗？可不是大事儿。大夫吓坏了啊，赶紧出。大夫给我。来了一个创可贴，哎，您就受这么点伤？哟，创可贴疼得我呀！那是有小口吗？哎呦，护士姐姐们搂着我，哄着我，怕我难过。活动活动吧，您、于老师还行，于老师跟我那车长了一块儿了。
砸车里头去了。哎，大伙儿拿勺拿筷子往外摘你。我好家伙，我都砸碎了，合着。就是你总部演出，观众就会想，这不用这么想我。哎，所以说要多说相声。哎，我们常跟观众见面。我打小学相声啊，后来到北京发展。是我印象很深啊。啊，离开天津那年我16岁。哦，啊，到现在我也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哎，您不至于呢，小半辈子都干这行，也实在是没出息。您客气，说书、说相声、唱戏，干别的我也不灵。嗯，也难为大伙儿这么捧、这么支持我，侥幸至此。您客气了，没有什么能耐，咱实话实说。嗯，也就是一个说相声的，好好说就行了。是，都是得力于。于老师这些年帮衬我，您的我可不敢当。郭德纲的艺术，说句良心话，在舞台上顶多占10%。哟，那90%呢？于老师和他的家人。哎，您把他们也都算里头了，啊？人家好多朋友们确实指责郭德纲。他们说您什么呀？听你说这么多相声，在台上净说于谦的父亲啊，于谦的媳妇儿，于谦他们家里人如何如何，怎样怎样 啊你这个没有什么能力、哦、就只能糟践捧哏的活着，是这么回事吗？说的我真挺惭愧的啊。真是吗？人家就眼睁睁问着你郭德纲。哦，那么多艺术家说相声，谁在节目里边提过于谦他爸爸啊？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他们说他们的呀。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啊，相声它是假的呀，因为相声无外乎第一种故事是我的事儿，是一上来我们家有什么事儿，我舅舅如何，我大爷如何，我爸爸如何，嗯，第一种就说我自己，有第二种就是说他，那就搭档吗？于谦他爸爸，于谦的舅舅，嗯，第三种是一个第三人称，说他能不用就不用，尽量不用，他离着远呢，是我们俩站着说，非得说我们邻居啊。哎，河北区哪哪大街住一王大爷，非得说这个、嗯、观众还是想河北区，我去过没有？你去过河北区吗？没去过，我没去过、嗯、我南开的，你哪儿的？他俩一走神，这故事全过去了，包袱也耽误，就是这一句话，他父亲如何如何，嗯，观众一看，哦，他爸爸是那样的，你瞧这多直接呀、啊、你也不能说观众，你说说谁，嗯，我今天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人如何，就那盘，就那个胖子，就是他，好，我没说完他菜刀扔上来了，那是人不干呢，作艺难就难在这儿，是只能说自己，嗯，现在你说自己都有问题，不成、啊、不让我说于老师、啊、其实你们是不知道，他台下分钱的时候乐得都不行了，嗨、嗯、你提这干嘛呀？我小时候说相声啊，我是捧哏出身、嗯、您也站桌子里头？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2年，嚯，谁站在外头谁说我也一样。郭德纲他爸爸如何，郭德纲他大爷如何，嗯，因为这个词儿就是这么写的，角色跟您看电影不是一样的吗？啊，他粘个胡子他就演他爸爸，那都是假的呀，嗯，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是，我说了您都相信，您这个脑子就别买票了，就啊啊，所以说艺术不容易，嗯，我们讲究的是雅俗共赏。哎，我们常提这四个字，雅要雅的那么俗，嗯，俗要俗的那么雅，这是辩证关系。单纯的雅和俗不成世界，这单纯的雅俗都不成。那当然了，这些东西是虚构的，哦，它是一个故事。嗯、您出这门，您不用往心里去啊。我台下真见着于老师的父母，我哪能那样说话？那是很恭敬、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是那个老头老太太，你们哪知道多疼人呢？挺好的。要是没有这家人，说句良心话，嗯，好多节目根本就没有，真的。还是跟他们那儿取的？不是不是、啊，你是没听明白，他需要创作。比如说 啊，这件事情在老爷子身上，哎，他可能占95%，我稍微没有那么些个，好，还95%，您这稍微的完善一下，哈哈，这家人家，实话实讲，是我最佩服的。啊，您喜欢？从他祖父开始。这又往上说一辈儿，您瞧，不是那个咱有什么说什么啊？真的，这个心得放在这儿。哦啊，我对他祖父那跟看见我爷爷那是一模一样的。那倒是，那个老爷子他活到98岁，那长寿的命，那练家子，对，周身上下啊，那个肌肉好活动，好那鸡膀子，说实在，鸡膀子呀，那鸡大腿，好全烤了，一会儿人给老爷子厉害，打年轻时候、啊、行侠仗义。哎呦，行侠仗义，是啊，看不惯那些个地主恶霸欺负穷人，打抱不平。他爷爷那是，
是吗？什么叫英雄？那叫英雄啊！仗义疏财，那是一听说这穷人，嗯，穷人，哎呦，你为什么要哭？嗯，日子太穷了，是家里连个水缸都没有。哎呦，你甭管了，怎么办呢？夜半惊身，他爷爷出来，嗯，找一财主家，哦，一翻墙头，啪，这是窜过去了，上人财主家干嘛？把财主家那水缸哦背着肩膀上，啊，带着一缸水啊。背肩膀上了，哼，那是有功夫。顺墙头回来啊，给穷人送来，给您。这身功夫卖的真贱，你知道吗？就是发自肺腑的帮助穷人，这有点费力不讨好。为什么还哭？还哭啊？为什么还哭？嗯，我家里喂牛的那个槽子没有了。哎呦，甭管了，哎，找一地主家，啪进去啊，找了喂牛的槽子，大石头的。以前都这个200来斤啊，扛起来啪翻墙头回来，这也能翻过去，给人送来。你连牛扛出来不是挺好的吗？对吧？啊，为什么还哭？怎么老哭啊？这个穷人，你为什么还哭？是啊，说英雄，确实我们这日子实在是不行啊，家里边推碾子那辘轳没有，那轴子的那个石头那个500来斤啊，哎呦，甭管了，是啊。推什么？我给你推啊、哎！好嘛，这回连偷都不偷了啊！不是扛那太累，你还知道累呀、啊？说这话什么意思？英雄，傻子，这是、哎、什么英雄啊？你别这么说，这英雄、啊、大英雄，你给点钱不好吗？知道吗？后来上岁数老了之后，就这些事儿就干不了了。那是也背不动了。那是 啊, 啊，找一澡堂子给人搓澡，啊，这点劲儿还是有的。给人搓，啊、劲儿太大了。那是搓澡，来人搓澡。一搓啊、嗯、身上后背关老爷拿着刀。哦，还纹身。他这汤汤一搓，嗯，被关老爷那刀搓没了。嚯，皮搓下去了那是。你这玩意儿啊，关老爷哭着手走的，你知道吗？刀搁这儿了。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老爷子。这哪儿可爱看不出来。因为他当年人家老爷子岁数大，咱们接触的少。哦，真正接触是跟他父母接触。啊，还是我父母，那跟我亲爹亲娘是一样的，那他关系也好，对吧？您看我有时候站台上说着玩，也是一说一乐，熟才玩笑。真见了他爸爸，跟见我爸爸是一样的。对，我有时候上家去，爱吃他妈做的饭。哎，老太太好手艺，老太太弄那炸鸡，哎呀呵，啊，就外边卖的没有老太太做那好吃，他会做那个炸鸡，嚼了嘴里，哎，就跟炸素丸子似的。那是好手艺吗？那个那鸡肉都炸成素的了，知道吗？哎、啊、他妈弄的羊排，哎呦，你怎么样？哎，跟炸素丸子似的。还是素丸子、哎、那烤鸭啊，哎呀，那个烤鸭跟炸素丸子似的、哎、你买素丸子就不好吗？他妈炸的素丸子啊，我不爱吃素丸子、哎、那就是不怎么样。我就爱去呀，老太太，我太爱他们老太太了，是吗？那个老娘是真疼人呢。啊，这是啊啊，原来是在法院工作，什么？他老太太退休了啊，退休了，一见我那个亲切，是吗？那老太太那头发梳的特别整齐，你瞧，那个老还戴一个发卡，是是，老人家啊，头发长吗？金丝边的眼镜，这都学问人。哎，有时老拿着点书，嗯，还净是那个竖版的那个文言文的书。古书，哎呦，这老太太就是文质彬彬，特别雅致，是吧？一看见我就高兴，说我也瞧见，哎呦，娘您挺好的，你看多客气，咻，小王八蛋的，这都什么口头语啊？一直可没来啊？啊，上哪儿勾搭大娘们去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很好 啊, 啊，很可爱，这没看出来，很可爱 啊, 啊，老爷子更可爱，老爷子呢？老爷子退休之前是银行的行长。哦、儿童银行的行长、哎、儿童银行的啊，儿童银行，对，那零钱都存在那儿，哎，还真有这么一个，拒绝存一毛钱以上的，全存钢镚，哎，都是钢镚，都存儿童银行吧。哦哦，老爷子就这份儿，怎么好？他现在是退休了，他那会儿上班的时候，嗯，尽职尽责，哦，负责任，尽职，天天呀、啊、就这个反恐训练。儿童银行弄什么反恐训练？好家伙，那个防患于未然啊、哦，倒也应该。万一有坏人进来，夸抓一把，搁口袋里，哗啦哗啦跑了呢？跑了跑了呗，这个抓一把能多少钱呢？那不行，万一有一块一个了，对吧？哦，不得不防，知道吗？怎么防恐啊？天天中午只要一吃完饭，老爷子开始，嗯，跟这个银行的员工们是开始训练。怎么训练？哎，就地卧倒。
卧倒。赵姐躺这儿来。啊，李姐躺我这儿来。嚯，孙姐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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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高兴了。哎，我躺这儿，我躺这儿。你躺哪儿起来吧？这全躺下，这就反恐训练了。躺到五点，下班。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是这一下午一下午的，这干嘛呢？这是注意你的措辞。废话，你说的这叫什么乱七八糟？我去报告你去。不是，这哪有这么训练的？就是这样一个好的家庭，才培养出这样好的儿子来。好，谢谢大家啊，谢谢。各位，您听，我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您不能这么想啊！我怎么个好、啊？哎，嗯，谦儿哥在我心里这份儿都这份儿啊，那错不了、嗯。我们认识这多少年了？那是我们有年头。我认识时候，我们还都小小子呢，小孩儿啊、嗯，那会儿可嫩可嫩的了，年轻，小脸蛋一掐一嘟水啊，您太使劲了啊！头回见面啊，谦儿，嚯，好家伙，好家伙，掐在水管子上了吧？自我一脸，还那会儿留哈喇子。就别解释了，打小我们是发小啊，各位啊，真叫发小，真是发小啊，撒尿和泥儿长大的，这老话都这么说，真的啊，撒尿和泥，我撒尿他和泥儿，哎，我怎么那么脏啊，我、嗯、好家伙，玩的可开心了，这想象玩事完事，咱们捉迷藏吧，啊，我跑了，谦儿跟这儿，好、啊，哎，我就别往脸上捂了，我这刚和完泥儿，这玩意儿、嗯嗯，就说这种纯真的友谊是真的，这是拿多少钱都换不来的。那倒是，你看啊，其实咱跟人家比，咱是比不了的。怎么又比不了了？那我跟他有一最大区别，就是他们家有钱。嗨，提这干嘛？哎嗨呀，啊，那也不劳动所得有钱不丢人，那是不坑人不害人，对不对？劳动所得老余钱那都是那些个一麻袋麻袋的零钱换成整的，知道吗？都儿童银行顺出来的是吗？什么意思？都是攒的呀，攒的钱啊，啊，都是攒的零钱，慢慢的攒这么些个。哦，靠攒钱。我跟人家区别就在这儿，我家没钱。哦，我说相声就指着吃。哦，人家说相声是为了玩儿、哦。我倒不指着这个。你看看、嗯、啊，嗯，你不管这什么，大伙儿都知道，于、啊、谦有三大爱好。啊。你们说的不齐啊。这还要多？咱们再来一遍啊。啊。于老师三大爱好。耶、yeah ！哎，行了，就别叫号了。这个、我们出国演出，无论到哪儿一抻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啊。啊，法国人都知道，那错不了啊。全世界都知道您有这爱好啊。确实他真有钱呢、啊。这爱钱什么事？真的啊！你看，有时候在家，哎，一打电话，谦儿呢？嗯，谦儿没在家，我干嘛去了？出国玩去了。啊，那叫旅游啊。那这是就疫情，他这两年没怎么动换。是，你往前倒。啊、只要没有演出，只要没有工作，他一定走，我一定玩。这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房子，啊，这外边住着方便。你就这个玩啊啊，在家待着待着腻了，我、哦、不愿意待了，要去看看非洲动物大迁徙，啊，我喜欢动物啊。你这个玩咱就想不到，是，咱想的不是，咱就说相声吧，谁家吃炸酱面了？嗯，咱们上哪儿和他们家吃饺子？咱就琢磨这个。人家那个品位就在这儿，我这不一样。于谦告诉我要走了，我就看动物，我去非洲看动物大迁徙，动物大搬家。哎，嗯，大背心、大裤衩、拖鞋、大墨镜，戴一草帽，到非洲吗？啊，哗、啊，打一车奔机场就去了。你说人家聪明，打一车奔机场，那是开车去了机场一扔那儿，这车得搁好长时间。那是打一车奔机场，这就方便去看。非洲动物大迁徙，到非洲去。哎，坐在出租车里边，往窗外一看，嗯，高兴，那是心情。哎，看，瑞雪兆丰年是啊，这个马上就快过年了，这就你等会儿吧。我是到非洲去，我冬天去的，也穿大背心大裤衩啊。不是到那儿一落地不就暖和了吗？那我这边找谁去？我嗨，有钱不至于啊。好，钱管什么用、就是？人家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哦，对吧？非洲住腻了，嗯、走。哎，我阿富汗有房子，我在那儿还买套房。嘿，阿富汗，我得奔阿富汗，阿富汗去。人家这个说走就走啊，来张机票走你，哪儿都有签证、啊。于老师奔阿富汗，去吧。到阿富汗一下飞机啊，这机场人等着，于老师来了，来了，是吧？您快来了，对，那先做一核酸吧，好吧？哎，这就疫情了是吗？你看，哦，哎，来，鼻子眼儿，走，好，啊、走你，哎，你把那棉签啊还是皮揣子呀？你这是，
怎么这么瘦啊？来，醒醒，醒醒！什么叫醒？醒干净净的啊！没问题，您这个体温呐、啊，什么检测结果都合适。是你现在合适，你捅完就不合适啊。但是得跟您说一声啊，啊，您那个阿富汗这最近那个政府征地啊，征地，您那房子给拆了。我都不知道就给拆了，你看那没办法，哎，您也不来，联系不上您啊，打电话说您那小灵通没用了，现在废话，早就没用了。于老师根本就不在乎啊，没事，不要紧。对，我在乎鼻子，啊、嗯，改签，我又别的地方了，索马里，从阿富汗奔索马里，索马里有房子，那儿也买了，改签奔索马里，哦，到索马里一下飞机，人是等着了，是于老师来了，哎，好、哎哦，来开始吧，啊，怎么着，哎。还是核酸呢？先来核酸。哎呀，好家伙！哎呀，太痛快了啊！这帮孙子都一个手法。嗯嗯嗯。于老师也高兴啊，人家弄完了。好，谢谢于老师。哎呦，好家伙，劲儿大了，于老师。有那么脏吗？我这个。这个跟您说点事儿，于老师啊，这个您那房子让海盗他们给用了，海盗给征用了，征用，他们拿您的房子堆了炸药了。哟，结果一抽烟了了，着了。炸了！哎，所以您以后要注意防火啊，注意防火。你这就嘱咐我干嘛呀？于老师呢？那拉倒呗啊！没了房子，改签，又走了，改签。我干嘛？换一个地方。上哪儿了？津巴布韦。好家伙，净去这危险地方。哎，津巴布韦有房子。哦，改签坐飞机，津巴布韦，奔那儿去。哎，一下飞机，于老师就问啊啊，哪儿核酸啊？哎，我都习惯了，哪儿做核酸？可不是习惯了吗？人家都等着了。是啊。哦，于老师来了，于老师来了。啊做核酸吗？哎，等会儿，于老师，怎么了？啊，来这个，换一大棉签，这大点儿啊。哦哦，那个我们津巴布韦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哦，你们呢？做长镜啊，做长镜啊。我这倒都通了。哎，于老师高兴了、啊，做长镜呗，也就这点事儿、啊。哎，做完长镜啊，瞪出来啊。好，于、老师张嘴，还有一个胃镜啊。这去，有这么连着做的吗？这哎，这做完之后，谢谢于老师配合。车已经准备好了，您的房子在哪儿？我们送您去。哎，赶紧去吧。于老师想起来了，嗯，我在这儿没有房子呀。那我上这儿就为做一长镜合着，也没白来。是，没白来。我回北京吧，赶紧回去吧。像我这种离镜的，是不是再给我做一回长镜啊？没听说过。走，赶紧吧。事儿不大，还不大呢。我净去这危险地方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啊？是告诉您，于老师。趁这么多钱还能把相声说得这么好。哎呀，相声说得好可谈不到。真的就没有。我们打小啊一块儿啊，发小啊、哎、是发小。他站在桌子里边委屈他了。您可你太客气。真的啊，嗯，咱实话实说，反正在我心里边说相声，你要说全中国说相声吧啊，前三个嗯，你看有我啊，是前三个没有你啊，没有你。没有完，你说的前十个吧，前十个，中国相声界前十个啊，前十个，咱从第九，怎么就从第二十个说吧，好不好？那不还是没前十个也没我，合着没有你，反正就是是没有你，这里都没有你啊。哎，这嗨，合着就有第一个是您，但是你一直在我心里头啊，你一直在我心里边。那管什么呀？那真的啊，说相声四门功课无一不精，您捧我，没有一样是好的，真的。我到底好不好啊？那无一。精确没有一个对的啊，这无一精就是不是蒙饭蒙饭是很好。您们这没有好，没有你真的，你包括好多人说说相声四门功课是说学逗唱啊、嗯嗯、唱太平歌词、嗯、郭德纲也唱，张云雷、张三李四你们都唱，嗯，我们小的时候唱太平歌词没有比于老师下功夫的啊，小时候倒也学过，他为唱太平歌词他上太平间唱去，我就为凑这俩字儿去了是吗？嗯啊，那个的太平间唱完之后，有不服的吗？怎么着？有不服的坐起来！好家伙，你坐起来我就服。你、嗯、看，没有，多新鲜呢，那个没有，就这么些年来啊啊，没有人敢跟于老师对着干啊。是我老在那儿唱，那是真好。嗯，太平歌词现在好像大家都挺熟悉的。嗯，就是20年前我们刚在小剧场忙活那会儿，说太平歌词根本就没人懂。啊，都没听过了，没人知道。嗯，怎么这些年我们老唱吧，唱的也就是那点玩意儿吧。啊，是您给普及了一下，啊，就大伙儿喜欢我们支持我。嗯，为什么说说学逗唱的唱是太平歌词？嗯，就是因为你唱别的，人家都有专业院团。哦，你唱一大鼓，那是不是有曲艺团的？
对呀、啊，你唱一京剧，那是不是京剧院呢？嗯，你我来唱一评戏，那是不是有评剧院呢？哎，所以这类东西是说学逗唱的学，哦，属于学，属于说相声的唱，就是太平歌词，这是我们的本功，对不对？嗯、所以请于老师唱一个，好不好？哎、我呀。我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你这样，你呀、啊，你先来一个核酸，好吧？啊、不，什么我就核酸，我请客呀，没听说过，哪儿我就来核酸呢？又不要钱。哎呀，您别客气、啊，说这么半天太平歌词了，您唱太平歌词，大伙儿都知道唱得好，您给大伙儿唱一段太平歌词。嗯，啊，您各位真挺窜的啊！啊，唱一什么呀？好。这位先生说他要唱一个骷髅叹，谁要唱一个咱也别驳人家面子啊、哎、没有想听您唱骷髅叹是太平歌词的一个小段，对了啊，你要喜欢听就唱两句，好，你尝一尝啊，啊，我这些日子天天跟这儿啊看他们装修啊，嗯，睡也睡不踏实，老觉得嗓子有点不痛快，嗯，我唱了半截要是哪儿难受我一咳嗽你们一鼓掌咱们这就是合适了啊，就免过去了啊，准备啊，嗨啊，谢谢大家啊，还真配合。刚才唱的是太平歌词，嗯、这唱完了，急眼的家巧、嗯嗯，咱们是不是东西稍微多了一点？嗯、这个谢谢各位啊，如果你们能坐得住，咱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正式的瞎说了啊。哎，你们想差了，不对呀、啊？啊，我们要好好的给大伙接着表演。哦、是这个意思啊，嗯，而且到这会儿来说，这都快奔十二点去了啊，嗯，我看也没什么人动过呀、啊，都爱听。要是不走的话，你们就别走了啊，不走了，啊，不走了哈、啊。你们是来之前就没有房，还是、啊、还是坐在这儿把房卖了呗？啊，多听相声，相声有好处，嗯，为什么呢？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心情愉快。对，调整您的心态，这是最重要的。嗯，当然了，有人说说相声是大夫，我们承认，不过治的是心病。是、嗯，你真有别的病，该看病也得看去。目前我们的技术吧，是指着说相声的治艾滋病，暂时还不行。嗯、哎，以后也不行了。人都有过头疼脑热的时候，是不是？嗯、说相声也不例外。哦，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对，我们都有不舒服的时候，闹病。于老师不也是吗？啊，前些日子刚刚去体检去了，是，怎么了这又？太好玩了，嗯、啊！你想啊，平时大夫就跟电视上看于谦，嗯，哦，这是于谦、啊，对对对，他哥哥叫徐徐是吧？对，哎，这嗨，哪儿打听来的这是？啊，太好了，上咱们这回落咱手里了，好好好，落手里了啊，咱们得好好给于老师检查，那就对了，从上到下，什么叫脑 CT 啊？背个 Holter 啊，嗯，哎，什么血也都抽了啊，嗯，肠镜、胃镜都做了，都做全了，这挺好的，嗯、因为一个肠镜就上面这，哎，胃镜，胃镜上面这块，嗯，肠镜下边这块，嗯，查查有没有毛病，有没有息肉啊，嗯，因为肠镜也是无痛的，是吧？嗯，有息肉有什么东西，当时做出来了，对、嗯，就切下来就是没事，挺好，都挺好。大夫也是，因为于老师，于谦你也做肠镜，流氓啊，是怎么的？不是这怎么个这么于老师做肠镜来摁着他摁着他摁着几个人过去摁着于老师啊大夫拿打胶皮管子嗯头里有一灯啊屠宰场这走你等出来好没事嗯、啊、把他调过来调过来干嘛来个胃镜哎这这翻着做呀这个做完了等出来不干净哎这好拿我消毒呢是怎么的这都挺好这啊挺好完事检查呗，验血啊，验尿，嗯，验尿验大小便，但是大夫写字写的太草了，怎么了？验尿血，他接过来，嗯，验屁，这我一点常识也没有，医学太发达了，还想呢，这个他怎么验我管不着，嗯，但问题是我怎么给他呢？对呀、啊，这没法交接呀。嗯嗯、也不好意思问你要普通老百姓行这怎么来、啊、他又爱面子是吧这时候爱什么面子呀优秀的前主流相声演员、嗯嗯、这怎么弄回家吧、嗯、跟媳妇儿商量这个验屁这个怎么验啊只能跟媳妇儿说媳妇儿说
还抽呢？我们俩真是结婚了是吗？我想想啊，嗯，哎，借酒浇愁，哎，毛病一点没改。我是这么认为的，说吧，你最起码得先有，多新鲜，对不对？到时候你再给人家大夫，问怎么给他要接不住，那是他没能耐。哎，高人，你要没东西，那是你没存货。对吧？不赖咱们了。那是怎么弄？嗯，炒黄豆，炒黄豆，来四斤黄豆。啊，四斤黄豆。哎，锅里边不搁油，干锅烧，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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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啊，炒完了到盆里边来勺。嗯，于老坐上，咔咚咚咚咚，吃了四斤黄豆，全吃了，全吃了。啊，吃完了，下一步。啊，下一步的技术。嗯，喝凉水。你看步骤还挺清晰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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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四斤黄豆啊，就来了半桶凉水。哦，都喝完了，于老往这一坐。嗯，酝酿吧。这酝酿什么？一会儿功夫媳妇打那屋再过来，哟，这人胖了。胖了这行了吗？嗯，谦儿说行。嗯，但是我可能保存不住了。赶紧吧，那就因为我未必啊能走到医院去。嚯，我这一道上得跟小火轮似的。哎，这别形容了。媳妇说那怎么办，在家里先存点吧。怎么存呢？想起来了，过年小孩玩那气球，不也是有气儿之后慢慢就大了吗？嗯，对，找一气球。嗯，这没法接啊。嗯，来一竹棍儿，竹棍儿通的套好了，这头拿那头，媳妇乐。哎，全好这个是吗？哎呀，来开始走你。于老那就来吧。嗯，咱别说于老怎么着，咱就说气球吧。哎嚯，攒好了一块放啊，这屋里都看不见人了，这个爆腾劲儿，伸手不见五指。哎，起了烟了，媳妇吓坏了。嗯，孙长老收了神通吧？哪有神通啊？闹妖精呢，这怎么办？嗯，上医院找大夫问问到底怎么回事。这早就该问。到医院找大夫，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技术我们不过关。就是。大夫乐了，哎，对不起。这没想到，这我们写错了啊！就是验尿，对不起，对不起啊！给您那小盒，塑料盒啊，都上医院都去过啊，是啊，大便小便，对，来，您赶紧，嗯，随便自个儿。他出来跟他媳妇商量，这先验大的，先验小的，这你问谁？媳妇说哪个方便？嗯，大的方便啊，因为这四斤黄豆快下来了。哎，好嘛，我还直肠子，你这。但是啊，嗯，这个小杯不行。这哪搁得下四斤黄豆啊？这不可以。嗯，那怎么办呢？是，大夫那桌子底下有一纸篓，这行。于老看看，给偷出来，拿着奔厕所了。简短结束啊！啊，待会儿出来了，多恶心！这么高，这么钻里边，哎呀呀呀！一句话没说，哎，比划的不是形象，各位。行了，嗯，啊，你想坐着往外走，医院过道里都是人，哦，谁都得躲着，都新鲜。啊，他也害臊，去，早干嘛去了？去，讨厌，往前，大伙儿都看，这真讨厌，怎么了？有什么讨厌的？啊，这算什么呢？谁不这样是不是？真是走街上端着，这不很正常吗？嗯，哎，这有一姑娘，你看这姑娘不也端着吗？啊，怎么你那是白的？嗯，废话，我这是冰激凌。去，这个谢谢各位啊，这都是真事儿。什么真事儿？说良心话，嗯，说相声其实挺不容易的，嗯，
啊，说深了也不是，说浅了也不是，啊，但是说相声自个儿心里得有杆秤，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对，你像刚才说的这个，因为它是真事儿，所以就无所谓。非给说成真事儿是吗？不是，理儿不歪，笑不来。对，别跟说相声的上力。嗯，您有很多的能耐，您有很多的一腔正气，嗯，您可以跟社会不良现象去做斗争。哦，不要跟说相声的怄气。哦，啊，我们实话实讲。嗯，可说的东西并不多，是吗？啊，我们自个儿心里有一道防线，嗯，啊，有的东西不能讲，有的时候顶多说是同行，哦，也就撑死到这儿。同行，哎，因为我们都是同行，都是说相声的，我们也不用讲什么素质，是吧？哎嗨，啊，当然，同行的话题多，哦，同行的话题多，我经常跟台上说，这些年不是说郭德纲多么的出色，嗯，就是同行们的衬托。好嘛，哎，别，你别给我得罪人。谁给你得罪人了？他们会传出去不合适。哎，您不说好不？同行们怎么说呢？其实一个人一个活法。哦，我也是很同情我们的同行。哦，挺同情，也挺不容易的。是吗？之前我有一朋友，咱别说哪个团的了。嗯，也不容易，天天单位开会，也没什么演出，就剩开会了啊。哦，中间还跑回家。嗯，到家一瞧，呜，吓一跳。团长跟那媳妇在炕上睡觉呢，哟，把那同行吓得汗都下，转身就跑啊，一边走一边说：“哎呀，吓死我，吓死我！得亏没看见我，要不非说我早退。”哎嗨，啊，什么人性这是？所以说哪行活着都不容易啊啊！我们从造诣上，从方方面面比不了我们的同行们，那是都比我们高啊！我水平也有限，也没上过学，也没有文化，嗯，也没有文凭，嗯，啊！我这辈子。我怎么这个状态啊？啊，自我批评啊！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同行们学习哦，学习啊！有时候出去也经常能碰见啊，还碰上。前些日子上海南嗯，去玩去，嗯，就看见了，在一个飞机上哦，啊，坐飞机，人家都是单位给买的票哦，我们呢就自己买吧，自己掏钱买，就找一个很僻静的地儿是吧？嗯，前面有这么几个小旮旯，买张票，小旮旯就是飞机前边小旮旯那儿啊。那叫头等舱，别说啊，小旮旯啊，小旮旯微不足道的小旮旯，嗯，啊，我们就买张票，跟那忍着吧。嗯，我们同行们了，艺术家们都在后边，哦，啊，六个人一排，嘿，庄严端坐啊。咱也不敢说话，忍着吧，是吧？人家空姐一会儿给吃的，给水，给报纸，给毛巾，嗯，是不是？咱偷着吧。嗯，后边人也有时也给抓点什么吃的扔过去啊。啊！但是同行有眼神尖的，那是郭德纲吗？看见你，他为什么坐前边？哦，有明白，那叫头等舱。嗯，我要坐，我是一级演员。哦，我得过三回一等奖。哎呀，他是什么？嗯啊，我要去头里，我解开了上前面，我要坐头等舱。嚷什么呀？空姐劝他，您别闹啊，那个他是自己花的钱，您那是单位买的票，我不管。嚯，哦！我要去海南。啊，我要坐头等舱。嚯，哦，我要去海南。嚷去！我坐头等舱。嗯，我赶紧劝吧，老师，头等舱不到海南。嗯，哦，傻子，出去别瞎说呀！我那都瞎编的，哦，不负责任的信口瞎说。嗯，道德水准很低啊！是啊，艺术水平有限，嗯，我怎么能这样呢？嗯，我再来一个吧。哎呀！上瘾了，那就说说自己人，嗯，说说自己人，大伙儿一听一乐的事儿，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嗯，其实我也很渴望念书，哦，好好的念书。但是现在这个岁数了，估计哪个学校也不要我了。你要看哪学校要招校长，我当校长去，可以还来一回。嗯，学校也分三六九等，嗯，也不一样啊。现在学校多好啊，嗯，九年义务制是啊，中专、大学。还是念博士前博士后，嗯，啊，博士前有没有博士前，哎，就是博士后，博士后博士伦啊，这哎太好，都配眼镜了，都能念啊。嗯，我们不行啊，我们只能多看书。哎，多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老话。过去还有那个私塾，哦，没赶上。对，私塾一个班里边多大的孩子都有，嗯，都是那个老学究学者教。嗯，他父亲当初就教过私塾。对，这也他父亲，我一说他父亲，我
又来了，我给你父亲鞠个躬。别去了，满世界给我找爸爸，这不成。那个老爷子啊，嗯，什么都念过。哦，过去那些个大学中庸啊，哦，什么这些论语啊，上论语下论语啊，是是，这个礼记，哦，哎，都念过，高人。嗯，那会儿来说，他父亲年轻那玩意儿，您琢磨琢磨，嗯，解放前了，解放前，哦，招点学生在家念，嗯，教专管，然后的专管，他父亲最可爱，是吗？跟学生打成一片，就那么好，哎，尤其爱看学生家长。什么叫爱看学生家长？你想啊，解放前孩子们上学岁数都不大，嗯，家长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二十出头，哦，小媳妇送孩子来，搁在那儿。他爸爸看着，哟西，日本人怎么看花姑娘呢？是怎么着啊？哟西，说的是哪？哎，哪儿的话呀？这是啊，这日本话都出来了。爱看啊，接二连三熟了。他爸爸问这孩子，嗯，哎，嗯，嗯，回家问你妈，嗯，想我了吗？这干嘛呢？小孩哪懂啊？啊，回家问，嗯，老师问你想他了。这叫什么话呀？对呀、啊，没理这茬儿，他老问。嗯，你想了吗？家长跟他说，嗯、想的了。哟，回来一说，我妈说想你了。哎呦嚯，没了，把他爸乐坏。啊、哦，又来了。那个，我什么时候上你们家串个门去？嗯，这回来，跟妈一说，老师问什么时候上家串门来，怎么这样呢？下礼拜三，下周三上午。嚯、哦，老师没乐疯了。着实的洗，洗干干净净的，把头也剃干干净净的，洗香皂，吃三块洗三块，还吃香皂，打理往外香，那么干净，换新衣裳，上学生家去，嗯，啊，那会儿都住平房嘛，嗯，到门口，咳嗽一声，嗯，小媳妇出来，哟，嗯，于老师来了，于先生，爸进来，坐在屋里边，这把大门插上，嗯，屋里桌子。新沏的茶，沏好了。嗯，喝水吧。啊，你看看这是头回上家串门来啊。端起碗刚要喝，啪啪啪砸门。谁呀、啊？谁呀、啊？我。这是媳妇吓坏了。嗯，我们孩子他爸爸回来了。哟，他叫大海。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哥哥呀。这个，你爸爸说我还没唱小曲呢。啊、哎，这嗨，老全连着您这玩意儿啊。说这个怎么办？不要紧的。嗯，我们家新买的煤灰。好、哦、啊，二百斤煤灰。嗯，那个年头烧煤球都是自个儿摇，摇煤球吗？煤灰、黄土掺好了，拿大筛子、大笸箩摇。摇煤球，正好买了好几百斤，您手里给摇出来吧。嚯、哦，假装你就是摇煤球的。哦，装这人啊！你看，正好那天找摇煤球的，衣服还脱在这儿了。哦，你穿什么？你爸爸这穿好了。哈，真有这手艺，摇煤球啊！门一开，人家丈夫怎么这么半天？嗯，没有，这不师傅干活呢吗？嘿，这干活真是个样啊！嗯，给我来凳子，干嘛？来凳子，我坐着看。这不要了命吗？叼着烟卷、嗯、看你爸爸，你爸爸没辙了，摇吧。真卖力气。上午十点半来的，嗯，下午4:40摇完了。好嘛，丈夫站起来，哎呀呵，嗯，走了，出去喝酒去、嗯。走了，你爸爸这揉眼啊，都淹了，都睁不开了。嗯，啊，媳妇儿。那喝点水，不喝了，不喝了。衣裳脱下来换自个儿的，回去洗澡。转天没起来炕，那是好几百斤煤呢啊！歇了10天，嗯，一上课问这孩子，问你妈想我了吗？这不是浪吹的吗？这不啊，回去问去吧。嗯，转天来信，我妈说想你了，哎呦，让你后去。嗯，洗澡换衣裳。嚯、哦，哎呀，到家啊，挺好的。嗯，坐着吧。啊，门也插上了，桌上。一瓶酒，4个菜。哎，这回备酒了啊！端起杯来，啪啪啪，又来人了。谁啊？谁啊？我，这是大海。这大海来的真是时候。你爸爸点点头，怎么办？嗯，我们又买了400斤煤灰。哎，好嘛，受累吧。哎哎，好，换衣裳。哎，现成的服装。咵，开门去，开门去。哎，都熟了这套。开门。门开，大海进来了。哦，又是您！哎，对，老人了啊！搬凳子，搬凳子。嗯，哎呀，端着茶水跟人看，怎么那么爱看干活的？哎，到下午6点半，嗯，完事儿啊，
归着归着换好了回家了，歇了十天，又歇十天啊，又过了几天问孩子，那、哎、你妈想了、哎、一点都不多，想吧，嗯，上家来吧，说哪天哪天去、哦、啊，到这儿换好衣裳进门，一进门啊，前后院先找看有煤灰没有，哎，这奔着摇煤球来的，没有，关门啊、哦，关门进屋，呵，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备菜，四个凉，四个热，八个菜。呵，酒杯都放好了。是，嘿嘿，倒上酒，啪啪啪砸门。有来人了。谁呀、啊？嗯，送煤灰的来了。哎，好嘛，现送啊。嗯，倒了杯酒。嗯，他爸爸。哎，换衣裳。哎，对。他熟了。嗯。哎，开门去，开门去。哇哇哇！一开门，大海又进来了。爷，哎，是我，是我哈。啊，你要愿意看就坐会儿，你要不看忙你的去啊。老主顾了，夸夸，摇一天，完事弄好了。那个，这身衣裳我就不给你了啊。哎，对，我穿着太合适了，太合适了啊。啊，那个什么，你把这三次的摇煤球钱给我吧啊。对，要钱呢。这回去了，歇半个月。那是一上学孩子又来了，老师老师老师、嗯、我妈想你了、哦、不是你妈想我了、嗯、你们家煤球烧完了，去你的啊，用心用力，哎，我们今儿来的都挺早，嗯，下午三四点钟就来了，哎，安排一切，忙活这些个，还得排练啊，后台好些个人呢，这都差不多了，嗯，五六点钟说赶紧吃口东西吧，哎，就是出了这门呢，小饭馆那儿，我谦儿哥、高峰、栾云平一大帮人坐那儿，也来不及说多热闹、啊，简单吃一点，点点菜吧。嗯，服务员叫过来，点菜，这个那个，这个那个，都点完了。我点的菜，嗯，但是我也不知道够吃不够吃的，凑合吃。让服务员的姑娘把菜名报一下。嗯，姑娘，嗯，抱抱，简单一点了、嗯、啊。姑娘吓一跳，嗯，啊，啊，抱抱，还抱，都抱吗？啊，挨个抱。嚯、哦，郭老师跟您商点事儿吧。怎么了？抱你行，于谦我可不抱。这嗨，嗯，千万别抱这。嗯，说错了。嗯，说话简单了。是，大伙儿一块儿吃，好歹凑合凑合。嗯。回来我跟大伙儿说了，嗯，我说这会儿来不及了，啊，一半天有时间，嗯，咱们坐在一块儿，大伙儿热闹热闹，好好吃一顿。吃饭不是目的，但是人离不开吃饭。对，自古常言说得好，嗯，民以食为天。对，对不对？嗯，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跟二人转有什么关系？就是人没有不会吃东西的，当然都会吃。小孩一落生抱在怀里边会吃奶。对，你说这谁教他了？这是天性，这个用拜师吗？您也不教这个呀、嗯？你很肮脏，提拜师干嘛？这是你这个我这个日子你说这个话不合适。我给您提个醒，哪天我让邓玉娇一刀捅了你。啊，讨厌这个人、啊。就是他没人学，关键是哎，对，还是有心教啊，哎，吃东西嘛，咱说吃东西嘛，嗯嗯，民以食为天，谁也离不开吃饭，是不是？嗯，是说相声都好吃东西，当然啊，说相声里边厨子很多，嗯，都好研究这个，都好炒菜，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嗯，我的老恩师侯先生在世的时候，嗯，对吃就有研究，哎，他好吃，老头最好吃面条，对了，炸酱打卤弄的都好，是他那个卤啊，说句良心话，他的打卤面是一绝，一绝，到现在这个手法失传了，哦，他勾出来那个卤啊，就跟你们吃鲍鱼那汁儿似的，哦，就那么好吃，哎呀，卤也好啊，面他自个儿抻的。嘿，各种菜码卤浇好了拌得了，嗯，一大碗，嘿，端着厨房一过水，哎呀，后过水啊，不是，哎，先过水吧，多新鲜呢，先过水啊，后过水都冲下去了啊，会吃，哎，啊，吃东西规矩大了，是吗？吃面，嗯，你别小看这吃面，盛这卤子，嗯，有人结婚上家吃去，嗯，
樱桃肉红白卤，捞这卤子讲的轻捞慢起，顺着边下家伙，这什么意思？捞完了都是稠的，扣在碗里边，嘿，捞走了。人那盆啊，啊，清汤。哎，这好，没给人剩什么。前些日子我们这儿说相声的老先生李文山，啊，李先生啊，李先生结婚，啊，哎，都嚯，多大岁数了？70多了，就初婚，初婚啊，我还初婚。他儿子结婚，儿子叫李初，这媳妇叫外进啊。哎，里出外进，家里够热闹的，显人多，没听说过。上家去，在家里办。哦，他们家住昌平。哎呀，远点。家里边搭棚办事儿。嗯，按老年间的方法，多热闹。还老年间，搭天棚底下大桌子。哎呀，流水席好几十桌一块开，热闹多好，坐那儿吃。嗯，这就看出来有人有传授了。是吗？我们这一说相声叫刘云天。哦，那大胖子跟曹云金一块儿的。对，这孩子不错。是吗？吃东西有传授。还有传授，哇！一上菜了，嗯，扣肉，好东西，扣肉大伙儿都知道是吧？嗯，有肥有瘦的，是有人单好这口，爱吃，夹的时候不好夹，怎么呢？它肥呀，哦，一夹起来哆里哆嗦，啊，容易掉。刘云天会吃啊，吃扣肉跟扒肉条啊，啊，记住了，有个技术名词，这叫横穿平端。您细讲一讲，你这样夹，嗯，错误了，哦，横着，唰。哦，平着就端过来了，啊，就整个给抬起来了。哎，夹过来，低头这吃。哦，啊，旁边于老师都恨疯了。那是，这全端过去了，这就孩子没出息。那可不嘛，抄起茶碗来，跟刘云天这脑袋，你来个茶鸡蛋。哎，这好，给人孩子开了，没出息嘛。我至于这么馋吗？就说吃饭的规矩，啊，饮食是一种文化。还文化，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是讲究。中国的菜系非常的多，嗯，不提大菜，就说小吃，嗯，也够得一本书了。能写书吗？你看全国各地每个地方都有各种小吃，哎，很多人出门在外多少年，一提家乡，先想的就是小吃，它亲切。北京有一种小吃叫豆汁儿，嘿，这可好喝。外地人喝不了，不习惯，爱喝的每天都得喝，上瘾。想当初梅兰芳先生住在上海的时候，嗯，他的徒弟严惠珠从北京用大瓶子装好了坐飞机给梅先生送去，真上瘾，好这口啊。嗯，多少大宅门的子弟也得喝这个。哎，而且必须上街头那摊上喝去，要不然没味儿，不过瘾。对啊，坐着一喝，其实你说跟在屋里喝有区别吗？嗯，他这个环境不一样，对，给人的感受也不一样，要的就是这劲儿啊。这是豆汁儿，嗯，带着焦圈，嗯，一大盘子都是咸菜丝儿，哦，撒着辣椒面儿，嘿，咸菜丝儿不要钱，哦，白吃，随便吃，哦，就有那个财迷啊，啊啊，于谦的祖父，我们这都有。